在西鄉光華社區一直都沒有自己的活動中心，為此就地方熱心人士捐贈土地給社區來興建，並且雲林縣政府和公所爭取新增基礎建設經費以及自籌款，再加上台塑企業贊助，總共有2550萬的經費。經過四年的耕耘，活動中心也在今年底來完成，公所也在九號這天來舉辦結拜客用儀式，場面應該是非常的隆重。溪頂社區的太古隊為現場增添熱鬧的氣氛，台西鄉光華社區一直都沒有自己的活動中心，是相當的不方便，為此地方善心的人士就來捐出一塊200平的土地，幫助社區興建屬於自己的活動中心。雲林縣政府和台西鄉公所積極爭取經費以及自備款，再加上台塑企業的贊助，總經費是2550萬，經過將近四年的時間了後，在今年落成，並在九號這天舉辦結拜儀式。咱光華社区哈，过去迄个即个长辈哈，那要做这乐龄学习的部分，大概都伫阮迄个华阳府哈，顶有八千岁庙遐，啊，所以咱即摆好不容易哈，咱卫武部哈，啊，甲咱县政府吼，即个经费甲咱补助，咱透过即个刘建国委员啊来甲咱帮忙，啊，即摆已经今仔已经甲完成啊，咱未来。比方咱的关怀祭典，哦，大概乐龄学习，包括长青食堂，咱就直接办理。其实咱是伫1807年的时阵，甲卫生福利部来争取到这个前瞻建设的这个计划。另外，县府甲公所吼，咱的配合款是各100万吼。另外，因为各有一挂设备的关系吼，需要来添购啊，所以咱台塑集团吼嘛来捐赠相关的这个金额吼，会使讲有啥物做代志，啊，全世界吼，所有人拢会合起来来甲斗相共，期待咱的即个光华社区即个时代，大家以后会当多多来利用，啊嘛，伫遮照顾咱的时代在地健康老化的所在。即摆活动中心的兴建工程，台塑企业嘛热心赞助100万的经费。台塑企业表示，毋仅是活动中心，台塑企业伫台西乡嘛赞助了各种的重大建设，目前是已经投入2.7亿，并是希望有更加侪企业做伙来回馈地方。一个好的代志，爱大家共同来促成啦！啊，感谢咱村民丁国华先生的捐地，另外卫福部、县政府、台西乡公所的共同的补助这个活动中心。那台塑企业是卖电助学金赞助100万，啊，今仔日靠这个活动中心的落成。那另外台塑企业伫咱台西乡一定有做足侪一挂公共的建设，即几冬来一定投入咱台西乡一定有2.7亿呀。那希望讲吼。一个好的代志，咱继续来推动啊！台塑企业会继续来配合咱县政府甲乡公所啊，其他那希望讲台社会各界吼，大家共同来响应，后咱婚姻观会当愈来愈好，愈来愈幸福。社区活动中心对乡亲来讲，那是一个食饭开讲的所在，也是配合政府长期照护政策、照顾地方长者的中心。期待在完善的设备之下，会当让长者有一个舒适的公共空间。记者林宏彪采访报道。